民众直击警车违停在红线上，并非处理案件，也非取缔违停。仔细看，原警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盒走进礼办公室内，民众看到直呼原警违停，原来是化身成为送货员。人手同仁协助发放加强重要节日安全工作慰问品质动向礼办公室给首钢加注巡守人员，不在影响周边车流情况下。 分手巡逻车暂停案子外侧道，事发地点就在台北松山区，而原警送的礼盒就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为了感谢巡守对安全维护工作所赠送的春节礼盒。对此，松山分局回应，在不影响车流情况下，发放慰问品属于执行公务，后续会要求警车依规定选适当位置停放，保障民众用路权益。